汽车快速保养干洗要开始了，今天正常是 Kicks， 首先门打开，再来地毯拿出来，瞬间出来，在地上这个先拿出来，接下来后侧门打开，引擎过来，取出，出来，出来，往出水来左后方，小心翼翼的不见 ，OK， 出来，前面直接打开，一二三，不见，瞬间好了。这个是这样分享一下，这个很聪明，看这个挂钩才不会往前一直推，全部门打开，后门也打开。接下来高超提洗的方式要开始了。有同学说用喷的是不对的，要先用吸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听看看。来启动，这样开始。哎，真的还不错用哦。这边，但是这个东西太粗了，有了经验吸不出来。请问里面怎么吸？这里怎么吸？这边怎么吸？这里怎么吸？那边角落怎么吸？可是又喷的，人家会说里面乱喷跑不出去，跑给你看。技巧头歪歪的，由内往外喷，它就会勾出去。不要光说不练，试给你看。在喷护座，要往出水道那边，往出水了。仔细看，这边要喷出去，你头要这样子哦，往外喷，它就会跑出去啦。来，开始放大，喷，有没有跑出去呢？有了，再有，一二三，再来一次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出去？出去刷出去，重复这些动作之后，你再用吸的，这样会比较好。所以两种功法，吸吸挂喷喷。接下来正坐部分也是一样，哦，这个箭头它是往外这样，你不要从这边拼喷，因为讲太快会咬螺丝，尤其就是讲国语，但是你别来讲台语的呗啊。你像这个那么大的石头，吸尘器怎么吸？要喷胶带吗？好用的时候好用，但是风箱要够强，风不够强，你就要 stand by。但是又快又快煮温层啦，因为我要拍片，所以动作会更慢。然后其他东西你再用吸的，再来出来，你直接吹。脏东西它就会从车门跑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会跑不出去，你车门没有开，当然跑不出去。车门开了，它就会跑得出去。很像那个在讲废话，但是这个就是废话。然后这边喷到跑去哪里一样，它喷就会跑出去。来试试看看，这个诀窍要转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你看，这是喷出去啦。因为这个方法用很多年了，保养厂是用这样，非常好用，但是不要学。这个你注意不要太近，要不然车缝线它会被它吹掉，要注意安全，车面皮椅才会割到，此割到非割到。然后快没气的时候，比下角的例子，你再启动这个吸尘器。角落因为根本吸不到，要用喷的。这个就往后喷，之后到后座，少许的东西跑出来，你要用喷的也可以，用吸的也可以，等气打足一点。这个是白龙雪的方法，千万不要学，不要学你来拍，因为习惯这样拍，降温稍微慢一点，引乖。那个在打气会有点慢，你如果说是保养厂，它打气非常快，你就可以全时一直吹一直吹。但是皮椅的部分你不能太近，强下去那个皮椅会破掉。我不骗你，一大次你就八个嘴啦。所以你看保养雪在吹的时候，这个前面这个头是有在动，你这样吹它是这样跑，你这样吹空气是这样起来的。OK， 气打饱了，开始。哦，这样斜斜的，然后它会这样，你就一直先出去，哦，先出去。它就会非常干净啊。我发现这一只在这边反得很麻烦，来，是不是？你看下面我是这样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斜面你不能这样很，你不能这样抄下去哦，
你要斜斜的哦，斜斜的，慢慢的这样，一次又一次就非常干净。好，再来，再从那边喷过来，因为小台风布雷莎在打风非常慢。来看这边，是不是慢慢干净了？啊，这边也一样。好，往外吹，它就出去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出去？有没有出去？感冒咳嗽 out。又没有气了，是等待，是等待过程，我们看一下，是不是等待过程？你就可以用这个再吸一下小的那个灰尘，它就可以吸起来了。因为比较大的石头不好吸，接下来看到底下很脏，把它喷出去，它会喷到前面。再来，哦，大范围这样，在石灯拜打气，区域跑到前面的可以吸出来，就慢慢这样，哦，慢慢这样，它的垃圾浓度就越来越少啦。因为这种有这种布哦，再吸它很不好吸，所以我用习惯吹吹。清洁重点就是喷喷要够力。来，喷到后面，你就一直喷，一直喷，它就一直滚滚滚滚滚出去。再进来，从这边有一些慢慢的啊、哦，你看，重点是转过去，但是上帝跟你提醒不要斜。好，加，再喷出去，哦，喷出去。喷按键距离要拉出来，要不然按键喷出去你就输了。垃圾棒的部分，你看有石头，你这个根本就吸不出来，坐上皮椅就割到了。底下打气等太久，洗地毯洗之前稍微喷一下，我看应该不用洗哟、哦。哎呦，第二片。这个不知道地层什么高，往出水主驾驶，好了，再来左后，清水洗涤开始，开始快洗时间拜，洗洗先脱掉，哇，顺便这边也一样，开始玩水，开始。这种防水地毯很好用。好，再来，为了省水先踏住拉屎，喷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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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先关掉，开始刷刷，洗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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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我不是在洗车，我是在玩水，全部瞬间刷干净。某人哒哒哒哒哒，某人哒哒哒哒哒，某人哒哒哒哒哒，某人。一边洗车一边科目三，噔啦哒哒啦哒啦哒啦。别学，因为科目三舞步很洗脑，连白龙学也忍不住在那边跳。我发现用这个洗发精再洗这个很好洗。水一拜，开始喷喷。瞬间喷干净，瞬间清洗干净。接下来打气完之后，最后大范围再喷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上车了。这边也是，记得油内往外喷，脏东西得跑出去。这边也是，诀窍都告诉你了，这个有一个旋转，要旋转这样。好，再拿起吸水布，开水把它射卵，此射卵非射卵，射卵就会变卵，
不是绕口令，是真的会变软。啊啊啊！卡哇伊，变软之后搓搓一下，之后开始吸水。啊，这个为什么不用喷的？因为那个打气太慢哦。先这样擦擦擦，四边擦干净。最后这样这样，因为它背面会有水，做少有水，开干就完成了。清洁重点背面要喷干净，要不然会长那个霉菌。没有用的布擦一擦，不要对这件太好奇。连抹布都要用这个兔子品牌。一仔细看这兔子，这是一个糟人呢。那不是重点。喷好之后，打开。重点来了，最后一次喷一下，全部喷干净。好，喷上。瞬间装上，口误是装上，不是喷上。这里看一下，好 ，OK， 换主水，弄一片。啊，就是啊，右后诀窍被打到，哎呦哎呦啊，就是右。凉冰冰的口擦一擦，上次事情最后喷喷。你看这个空气又不足啦。好，上去，瞬间完成。清完两片一起来清一清。摄影师一样冰冰哦，来口去切高台阶，上车，上车自己再喷一下，脏东西它就卡在上面，不会倒下去了，是不是非常干净啊？对不对？聊什么？聊无？想过可爱呀？你再来，最后清洁。你看这种大石头根本没有办法清，有时候用手剪，很干净。瞬间清好了，这个两个勾勾要往前，往前哦。地毯是这样进去勾上去的，来拉到前面对上，头跑出来压下去，这边也一样。叔叔进来了，勾好之后你这样它就不会往前推，很聪明的设计。Kicks 目前很满意，以后相信也会很满意。为什么你知道啊？因为买下去你没办法后悔哦。再来全部弄好之后，四个车门打开。最后再喷一下，灰尘会卡在车门，远远的哦，这样，你就非常疗愈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用喷的更够好，不放心用瓦斯塞，左右喷喷给它散呀，再来换这边。它会飘上来，飘上来，直接这样飘飘飘飘飘飘飘出去，简称飘飘。飘飘不是阿飘，来哦，来就这样啊、哦。好，接下来手动擦拭车门的部分，我不习惯用酒精的，习惯用只有水的，因为酒精擦到这个塑胶怕硬化，所以就这样啊、哦，用水这样擦一擦啊、哦，擦一擦，擦一擦，哦，全部啊、哦、慢慢擦，擦干净。我就感觉全部用水咧去来装，我是最安全的啦。哦，它也不会残留一些什么化学药剂或什么烧的。哦，这是我家的感觉，但是哦，这是我个人所学，不一定哦。好，瞬间擦干净。哦，上面这个哦，手在握的地方，把手的部分哦比较容易哦卡那些一些污垢的。好，然后剩下的部分，这个最脏的，从这边奶臀先擦一下。哦，擦一下。Morning， 得 Morning 啊！我这个来的，这个我打蜡哦，打蜡的部分它这个里面是不太会脏的。好，然后最后最脏的地方就这样过去，你不能再滑过来，上面的石头它会割到哦，此割到非割到，你知道？不是浓灰种割到，来换后一块，换主色外面好，从上面很像在镀膜这样慢慢来哦，安尼来这个用起来。阿哥，哎，拿琴啊！某人得得得得得，某人得得得得得，某人得得得得得。白龙学生，我要叫洗脑神曲洗脑耶。好 ，OK， 好，之后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哦，从前面滑过去一次，像在擦屁屁一样哦。安尼，接出去的叔叔叫你擦屁屁，叔叔擦屁屁，擦屁屁。好，来换姿势。
换这边的姿势，来，讲来一摆、二摆、三换姿势，知道？所以这个我习惯哦，车子是久久哈干洗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安尼无？你就是慢慢从干净的地方慢慢越擦越脏的地方，好，然后这边哦也是这样，骨溜下去之后，来叔叔教你擦屁股，冰冰，来这个冰冰，叔叔擦屁股，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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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。掉了取出来，这业务上这真正真赞啊！就这样清一清就好了啊，搁底下咧书咧本，里面礼貌上喷一下，哦，从内往外喷，它就跑出去啦。因为我这个是长喷枪，好，剩下的吸吸。因为伊这种物件要输就歹输了，来鲁夫三档，但鲁夫那五档啊。我刚看伊讲，迄帕凯多，鲁夫开五档，打败凯多，凯多打太久了。哦。最后洁癖再喷一下，丢上去，瞬间好了。来的笋子，这个用手压一压，非常棒。其他部分喷一下，这个以前我有打蜡，你看哦，完全没有水过，非常好。然后这边哦，稍微喷一下，哦，喷一下。之后脏东西会稍微跑到前面，再来皮椅的部分，慢慢这样，它就全部出去了。啊，这个有盖上东西，它就不会粘黏那个脏东西了。这个缝隙很小心，缝隙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在哪里？在你心里。哇，注意，这边也是。哦，上面再喷一下，风枪部分完成，再来大面积皮椅用这个清水，哦，清水擦拭最安全。你看上面有小石头，你要注意才不会去割到，哦，只割到非割到，稍微用指尖这样拨出去，拨出去，哦，所以这个清洁这个
哦，是有基本技巧，我要分享给大家了。我相信大家都很厉害的。中央扶手也擦一下，因为手常常会跪在上面，这个等一下再清。瞬间往那去平，哦，擦一擦，擦一擦。哦，这个缝隙要注意，这个缝隙基本上用那个高压喷枪小心翼翼下去喷。哦，这样，来呢，给它切切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赞呢，啊。我是觉得用水再擦是。皮椅是最安全的，我感觉尴尬。啊，你这是塑胶皮的，好，前面顺便，好，这边，哦，这里，上面擦一下，好，这样，把那个切切的，啊，这个下雨天哦，有稍微有一些水垢在上面，顺便擦一下，擦一下，好，再去拧干净。来，拧干净之后，顺便后座，啊，后座的部分也擦拭一下，啊，擦拭一下，啊，然后脚要上去的时候，啊，先把它抹干，要不然你踩上去会有脚印。好，我决定不踩啦，才不会轻功进气。来后面，好，后面这边也擦一下，啊，因为有时候后座难免脚会去踢到。这边也是，欸，我忘记这边有充电的呢。好，这边也擦拭，来，椅背比较基本上比较不会脏，缩小这个镜头不够圆，拉远一点，所以它这个不够广角，要一边运镜一边拍片，讲真的不是很简单，但是练习久了基本上。大家都是会的，因为只要是人，能力都差不多。话是这样讲，但是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。因为有些人很容易赚钱，很会赚钱，有的时候赚钱很容易很难。你觉得简单就简单，不会话拧干净。接下来坐进来这边哦，好，拧干净之后擦一擦，擦一擦，方向盘擦一擦。这小波秀挡住这个按键，注意哦，它会碰到水哦。奇怪，这不晓得是正品还是假的，看起来很像真的又很像假的。接收材这纹路，看那个生理纹很像。好，再来，来，大灯开关这边轻轻的滑过去，这边也是哦。后来最后我们再用高压喷枪喷喷，这边上面也是擦一擦，这边也擦一擦，哦，轻轻的擦，哦。阿哥唱歌，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。来，在这个村庄里，你保证没有办法撑过30分钟。过来，今天没去病到好事啦无？来，接下来冷气面板哦，稍微轻轻擦一擦，上面这边这一张很想把它撕掉，赞成撕掉，说撕掉中央扶手，中央扶手这边。Morning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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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ning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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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ning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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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ning。同学，你刚刚做瓜仔，但是无法度拍 YouTube 是安尼。哦，这就是我的风格，风格英文跟老师讲的是 style。来，这个曲子，袂歹哦。这次就给捏捏起来啦，捏捏起来啦，你这没捏起来久会黏的。好，但是这个摸久会掉，掉就掉了，管它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要切切的。好，然后剩下火顶卡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哦，内装完成了，再来这边再打开进来。哦，这个切嘴，哦，这边冷气出风口。画个圆，画个圆，在你的什么？我呀，你知道？这地我真想要徛呢，啊，蛮好。你人拢是安尼，换姿势，然后哎，这个杯架一旦安尼开，我怎么才发现到？没记的。哦，里面擦一擦，擦一擦。我，哦，这钢筋烤漆的部分，等一下可以上一点蜡，哦，大概就这样子啦。好，最后所有动作五门全开。最后是狂喷，远距离狂喷，哦，这个长虹线小心翼翼这样过去，过去，哎，对，这最后一次哦。
给我过一摆相爱的机会，感谢你对我这坦白，给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，做咱的趣味也值得。哇，这样就会很好，然后上面这个有比较忽略到的地方，这个面板尽量不要喷，要不然那个按键喷出去就输了哦。好，然后上面这样，你就 PVC 喷一下，然后屋顶也可以稍微远距离喷一下，不要去弄到哦。屋顶没事不要喷，我这样呢，哦，好，完成，水 NG 顶来，赞，不要拉手，阿母赢，水，引擎盖打开，你家，发现我开错了，引擎盖油盖稍稍分不清楚，其实本来是故意的，打开，开错厨房操控盘，某人噔噔噔噔某人噔噔噔噔某人，下令哦，打开之后稍微喷一下，哦，远距离的哦。这个不要太近哦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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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便加水，瞬间加满，盖上。好，最后结尾那个啥，叮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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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干洗那个啥，干洗车。谢谢收看，再来拜拜。好，啊，先上这个目前最新的洗脑神曲科目三，希望同学们满意。耶，yeah ！哎，非常好用 ONG 正念记，我会爱不释手。然后就这样子哦。有什么的啥？曾经爱过。我睡吧。噔噔噔噔。ONG 下单唯一支持白同学。影片下方点进去，赚380块尔。下单唯一支持白同学。